应该有画面的吧，只是游戏画面还没有出来。有，K，专业的。这耳机是没声音了，哎，他在看，这耳机是没插，没插，当然没插，就 USB 有而已。所以他洞已经被塞好塞满，他只能被四个插，然后你都插满。我们在前面有洞吗？对哦，忘记前面好洞。对吧？后面洞插满了，是插前面的嘛？合情合理吧？厉害！拜拜。是不戴耳机应该也可以。有了是不是？这什么地方？这边是那个 JT 的直播室的其中一间。好，谢谢。JT 直播室。好，这边是 JT 的直播室的其中一间。好了吗？还没。啊。这里面好爽。啊。好爽。好冷。好冷。我快冷死了。阿飞，你有外套吗？有啊。可见吗？不要，不用穿外套。打电动穿外套超憋的。我就算是冬天在摄影棚，我会穿短袖。看这灯，这才是。啊。这灯不会热死吗？很冷就要开灯吗？变白嘞，好猛哦！靠，这真太适合直播，你知道吗？感觉皮肤都变白了。哇，这边好棚灯，你敢信？你要讲适不适合怎样的直播哎？就是，毕竟外面自然是玻璃间，是看不到的。所以这里面还可以做屁呀，这玻璃。靠！是吧？这也是那个 JT 的那个其中一个。真收到吗？偷偷拍一下这边好不好？应该可以偷偷拍一下吧？不行吗？啊，这边没人了，这边没有人。哎，有没有人要？我想要玩其他组，因为他这边键盘我没有喜欢。你知道我们身为一个前职业选手，对，键盘不习惯，真的打天梯会很没送，会一直盖盖叫。所以我们，哎，这个滑鼠，哎，这滑鼠是。这滑鼠不开玩笑，这滑鼠是那个罗技的最贵的，这一只一摸就知道。哎，安安，哇，你怎么变得这么潮的人？真的，一看就是潮的人。好不出嘴啦。干。有这个，我们看起来刚刚没事。可以交给我没关系，传照片很快。对，失败，再一次。好 ，OK 的啦，在你这样 OK 啊？好啊。我瞬间觉得我脸一小，爽。好，我们等一下。我要一张，我要一张。要一张，好，来来来来。我跟你抓什么头发？弄味道。跟你讲就好了。这画面有点……然后刚才直播的看起来超别气。好，来来来，一、二、三。再这样，一、二、三。你可以帮我扒一下吗？真的很 gay。你可以帮我扒一下吗？你可以帮我扒一下吗？要就找上次那个类似的。超 gay 的。哎呀，后面怎么那么帅啊？真的哎，相识之下吻我。靠。比较美子。伙伴，有没有观众拨打？我们在那个。灰山九频道啊，我想玩其他组，玩个重组啊，好吧，灰山九频道，甘武兰，
一二三，你有改成功吗？改成功。野外漏子，这画质好好的，声音很怪，是因为我用那个视讯的麦克风。哎，对，说到这个，我看能不能改，因为我们是要耳机插上去。看一下，看能不能改。哎，好像有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人说哪异变？喂，这样声音有好一点吗？哎，你们现在声音有好一点吗？我现在换成是我的耳机的麦克风，应该是这里吧。喂，他耳机麦克风呢？那里，哦，是这个吗？不是，那是讲的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啊？我以为是那颗啊。喂，这声音有变吗？有啊。对啊，哎，我再重开一次我直播好，我把麦克风换成这一根好。魔岩，来啊魔岩，看一下有谁，深梦还行，哎，还是我们来打那个啊异变啊，可是这样要 sky 一下。打异变好了啦，忘记我的 sky 密码了。靠腰到底叫什么去了？啊，我想起来了。靠，就账号打错。脑。搜寻一个脑，出现一大堆什么少智脑、金鱼脑、什么脑板、脑震荡的猪。哒哒哒哒哒。喂，魔岩。搜寻我会出现脑震荡。喂。我是打一个脑搜寻啊。哦。然后就有出现什么脑震荡的猪啊。我水脑啊！我该说什么？可是我跟你讲，我大概打一个小时差不多。一个小时是？等一下。因为我等一下去剪个头，修个头吧。啊，你再多讲几句话，我听听你的声音。喂，你好。我什么大声啊？再说，说说看。Hello， 哎呀，好帅哦，真的超级帅。我也这样觉得。干，我超会讲这句话的。干，为什么声音？这样应该可以啦。我觉得我们现在讲话声音应该是平衡的。喂。嘿，喂，你好。好，就这样哦。你们大家听脑膜炎声音清楚吗？哎呦。啊？看一下。我在 JT 的那个，现在声音有好一点吗？我把很小声。很小声。然后你再，对，我们再调大声一点。你自己听我声音都很小吗？对，我现在在听。好，我把我自己调最大。他们说你很小。靠，怎么可能嘛？我大了跟什么一样哈？现在有好点吗？等我个十秒吧。好。没有，你自己 SK 听应该很清楚吧 ？SK 听超清楚了。好，应该可以了，我已经调整好了。现在还是很小声吗？超小。不要逼我哦。跟你讲哦，突然大了是不是，好，可以了。那你加三应该 OK 了。Okay, okay. 好，来，我们，但我时间不多啦，我可能打个两场异变吧。可是有人开，要人开那个、欸，开赌盘哦，对吧、啊？思绪危机哦，嘿，通讯的谁痛哦？跟我讲啊，你来讲好不好？你我来听一下，你用台语讲这个。哇靠！突然间叫我，是不是很难？这不是我问题吧？真的很难。我是闽南人，可是你突然间叫我讲，这很难好吗？所以那不是我问题哦，那他妈超难，超难讲的。我也卡住了。对，通讯系统英文怎么台语怎么讲？是不是偏难？偏难。对啊，这不是我问题哦，是真的很难哦。你是
没有办法登，还是你没有网址啊？什么网址？你说我那个开奶开赌盘那个？开赌盘、我可以登啊！来来，我开，我只是懒得开、你知道吗？靠 ！IEVIO 吗 ？Legal Teach 有找到，来，开我，干这三小 ，Connect with Teach。好，我上了，来，我开赌盘啊！第一场异变的，是的，异变战场，我们大概只能打一场而已，差不多，我也是。异变，你要出门啊？没有，我等下修个头发，我明天要剪头发。哦，你妹！啊，我应该是要这样过。过加额外任务全解，过加额外任务失败。本周你应该还没玩过，对不对？对，不过我有看人家玩过。我昨天看收贝玩，很简单吗？就那个、啊、捡那个捡金矿那一关啊。哦，你说那个火会烧起来那个 是？哎，然后有个主播一直吵我的那个。哦，简单啦、啊，那一关没有输过好吗？我从来没有在那关输过哎、欸。可是蛮靠腰，就是会有那个缓球啊。来，我看一下、喔，使用者付费，对单位下达指令时，必须消耗相当于该单位花费一定比例的资源，靠不了。所以我们只要 A 一次，他就要扣一次钱。对，会很穷。然后。因为我们他这个主要是卡在那个，我们要把工兵要操作回去，把金矿捡回去，要躲那个红色环球的时候，你会扣钱。只要在玩家视野之外，就算是先前探索过去，在小地图上依然是一片漆黑。每隔一段时间，会在地图各处出现敌方的时空扭曲点。哎，我觉得好像很难哎、欸。我觉得不好打、欸，很花时间呐、啊。如果欸、如果捡东西，我觉得我们两个应该蛮快就搞到了。来，我觉得很难嘞、欸，我怎么看都过不了，怎么办？来吧，那我就用鸭蛋，你知道了，知道什么面角了？一次过你妹，这是假的，大家这么团结，我自己都觉得一次过不可能，我是觉得不太可能啊。尤其是我这种手速这么够慢的，还是快？还好平常手速只有30，所以这应该是对我来说没什么困难。哇塞！安西教练，我想开坦克，三小，不要运动啊！都早上已经，下午已经运动过了，晚上运动会死翘翘啊！你知道运动过度会导致肌肉拉伤吗？然后纤维化，最后就死了。很严重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就把运动拿掉。我想说，这样哪一天你们就看到慧哥死在直播前，跳开了跳，跳一跳，突然就再也动不了了。你不觉得这是你们乐见的吗？对不对？你们也不想看到这种情况发生嘛？所以我就把它拿掉，我也是为大家好。我想打你一点，可能我不知道该讲什么。你好像讲的蛮真的。我讲的是不是有道理？干，这有可能发生，虽然几率很低，但也是有可能嘛。说不说要看50年吗？就跳50下，开了跳就跳死掉这样。剩一年，天哪、啊！最后开台的最后50个小时，辉哥即将成为植物人。好来，这个是那个岩浆那张，岩浆那张，感觉这声音好小、啊。超暗哦！哦，连采金矿都会哦。你框他哎、欸，你框他就会扣钱。真假的？我又没框。我们回到直播现场。我刚盖东西就扣钱。我按右键，我主板按右键点框要钱哎、欸。对啊。好猛哦！不可以乱按哦。但是不能刷手速哎、欸。闲哦、啊，我好闲哦，这一关打起来好闲，可以这样子。好闲哦。好闲，好闲。啊，我打错字了，该醒。专家表示，每隔几分钟就会涌出的熔。编队要不要钱啊？我看一下哦。
那块基地看来根本编队不用。好闲，好闲。我们现在来到了三分钟大关，你不得不好奇，指挥官现在心里感受恐惧、怀疑。我闲到可以打字跟他聊天。嗯，真的很闲哎、欸，不是开玩笑。能及时赶到高地，好闲好闲。这样才能提高收视率嘛。我这个键，这个荧幕真的是超级不习惯的，而且它是24寸的。你原来是几寸啊？二十二。我就是有点差啊。哦，我觉得24比较好看。哎、欸，不行啊，我不能。我要手要离开，不然我们会输，你知道吗？我不能再继续碰键盘了。刷手速度。这样就是传说中那个，你可以手越拿开越久，就会越强。我觉得金童玩这一关可能会很强。哎、欸，我真的很手痒，你知道吗？我会一直想要去点那个。对，我想去刷你的啊！我现在在刷你的。点那个兵役好像不会扣钱的，要做事才会做扣钱。会哦，连兵役会扣钱，扣一啊？不会啦，我的会啊。没有，你要按右键点东西才会扣吧？没有，因为哦，我还没变那个空间之门，我变了之后就不会扣了。这张图真的可以单手玩。哎、欸啊，我们都忘记去拿那个、欸，那个我去拿。又要涌现，时间不多了。好闲，好闲。观众，熔岩正在吞没低洼地区。请看现场直播报道。水晶提供了稳定器些许能量，这样为他们争取到片刻时间。不过，好啊。要解救这颗行星，需要的可不只是时间。我要猫嘴，我要跟那个一样的。好闲，好闲。嗯。哎，为什么 F1 没反应？简直来无影去无踪。现在就看。靠腰乐见，哇哇哇哇，扣钱了！再过四分钟，我们就会眼睁睁的不行，叫我。继续锁定 UNN， 为您带来不间断的即时报道。哎、欸，连扣一刀都要钱啊？是怎样啊？哎、欸，走，你出去吧。不要，我不想出去。出去找东西啊，不然会输啊。出去要钱啊！哇，好痛苦哦。这里有，快点，老魔岩！我在捡呢，我在捡呢，我在叫你，哎、欸，都我捡呢、啊，我很穷啊。啊，不行，我也很穷啊。啊，没时间啊，重组哦。好。千万不要眨眼，状况随时都可能出现变化。啊，看，这关太没劲。如果只是框，不会花钱了。那我现在担心一件事情啊，等下我守下一波，怎么守下一波？好，我乐剑没有换过来，悲剧。我瓦斯大缺乏。那一直框。好闲，好闲。不要找时间过去，中间把二矿开起来。好。差不多了，等这一波烧完吧。他烧完了吗？没问题吗？好，快了，快了，太好了。很穷啊！等他这波烧完，我就去 A 那个 ，A 那个矿。哦，空投，空投。缺。你只能 A 一次哦。这 A 次哦 ，A 太多会没钱哦。有，没了。走。而且有点把感的，为什么有点近视的感觉？那有近视的感觉吗？有一点。这张图感觉要就是要选那种免费兵种不会死的那种。Go。熔岩停止爆发了，等烈焰浪潮再度席卷而来的时候，我们会在这里为您及时报道。别上去，好，你然后打那个。据消息指出，敌方部队正在攻击指挥官的工作单位，立刻为您转播现场画面。这个很讨厌。哎，为什么我不能捉兵啊？最后的，为什么不能捉兵啊？坏掉了，靠腰真的坏掉，靠腰真的坏掉，靠腰，我以为是假的。喂，我想说为什么不能刷兵是坏掉，就真的坏掉了。
哎、欸，家里被炒啊！啊，我们要聚聚，你知道吗？我有。啊？什么？好、啊，这个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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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用不用写字啊，就这样，就表情就好。聚聚。你不觉得这样很闷吗？没有闷哎。哎、欸，昨天手表有过吗？手表有过啊，他最后过了。他过了很久吗？我看他好几场才过啊。啊？他打蛮多场才过的。哎呀，我跟你讲，我第二次就会过了。我第二次我要吓自己了。第二次我就要吓自己了，而且我不要用这个，这不适合我。我要用那个凯瑞克，好吧？哦，好，来给你用。我要用那个。好，凯瑞克，可以啊，我觉得凯瑞克一定可以的。好，我们先那个过你妹，我们再重开一次。好，我下一场我用凯，不是凯拉克吧？凯拉克才对。来，啊，对，玩雷诺也可以耶，还是我用雷诺？好啊，你用雷诺，你六等哦，还是我用雷诺、啊？我雷诺可以啊，算作六等，可以的。很猛啊！我觉得你用雷诺好了，确定啊、哦？我觉得会很有效果。我觉得没有雷诺很强，我雷诺没雷诺的，虽然说他才六等，但我可以把他打的有六十等的感觉。好，我相信，我相信。啊，大家都知道你要玩什么了。第一波你去拿好不好？啊、第一波刚才是我拿。那你说什么？你说退去啊？啊！我跟你讲，我这个超猛。金矿不足。第一波刚才是我拿，先生，嗯，雷诺没有15等，没有空头仓空头仓是干嘛的？就是那个、啊、你兵营点到哪边会空头仓，有差吗？这样不就要白跑了？就不能点，比如说我要到这边，我直接空过来。不用啦，我需要那种东西，你这个开玩笑。我雷诺神呢、欸？你叫我好、哦欸，我相信你。这跟我开玩笑？干照计划操作我续不等，我续不等也会扣钱。续不等要钱？哇，续不等，我一直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是没被扣钱啊。我要裸双哦。啊。我们现在来到了三分钟大关，你不得不好奇。看来熔岩开始上升了，我们快来看看指挥官如何前往高地避难。喂，发生啊！金矿，我跟你讲，我超猛的，你要相信我。我要裸三哦。好。裸四。裸四，好不好？你来，你裸，你给我活的要下开出来，我就给你裸。可以啦，我要裸三了啦。很猛要相信我的判断啊，魔岩。看来熔岩消退之后会留下一些水晶，要是运气够好，工作单位会收集起来送往稳定器。知道燕子送往稳定器，我好亏啊。为什么？不会啦，有我在会赢的。不过要解救这颗行星需要的可不只是时间。会赢。我跟你讲，我这完全是跟神一样的流程。好，相信你，相信。好，我们跪一下嘛，我们只要先不要让它爆炸就好。等等，就是我凯瑞你。泰瑞指出，地壳活动越来越密集，是代表熔岩又要涌现，时间不多了。坏消息吗？我收到报告，熔岩又要涌出来了。立刻转到六号熔岩摄影机。靠，233空。什么？三空是怎样？那个要来了。啊，我有引刀了，不用担心。好，就冲我这句话。我会等他出来啊，我在那边。工程车。能量补充。女妖轰炸。工程车准备来熔岩。这啥？全部消退。管球是这样。指挥官的工作单位能及时收集到水晶吗？
再过四分钟，你就会眼睁睁的看着这颗行星。救我！继续锁定 UNN， 为您带来无间断的即时报道。他只看了我一眼，他以为我在跟他求救。准备行动。Hello， 出来找水晶哦。好，去吧。我要出去打中间那个。交给你了，你行的。重要工作是吧？金矿不足。你给我一点时间营运，我会保护你的。我方盟友正遭受攻击。把上衣穿好，敌区。靠，那控制引刀超花钱的。就绪，还剩三分钟，气氛越来越紧张。搞，至少能让我部队升级完成。我方盟友附属建筑完成。至少让我好，我有 F2 可以按了。从现在起，我已经不是刚刚的我了。你行吗？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你怎么都要靠我？敌人要来攻打我们的基地了，让他们知道这有多愚蠢。最新消息指出，现在面临最后两分钟，希望他们能加紧。要最后两分钟，我们必须打完他，还要出去找。啊，打完哪里？打完那个，等一下来一波，然后我们要出去找水晶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好，我现在已经快要可以 carry 你了。希望他们已经在撤离低洼地区的部队。我要直接出红军了。好，走。数空军要捡那个、哦，我也派出去捡。研发完成，靠，怎么了？你是扣四点那个瓦斯哦，难怪我这么破。再度席卷而来的时候，我们会在这里为您及时报道。好，我派捡。然后我们打这边先把二矿开出来，两个人都捡对，对，两个我都派了。好，那我专心控，因为我们根本没钱。最后的六十秒，这边，我们还在等待工作单位收集水晶，然后送往稳定器，希望一切都还来得及。藏到底，海博力量，我是后长，解除通气通，金矿不足。能量不足，金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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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剩下三分钟，千万不要眨眼。还有哪里有那个？这边，或者是这边，我们右上也有一个。靠，深渊感。需要更多的补给站。那我往右上角 A。金矿不足。好穷啊！能量。你行哦，可以。那我先把机器弄起来。我剩两分钟，压力有点大。你家这边有一个，这里有两个。靠我派了！英雄联队玩太多，我现在都用 Ctrl A 来点地板。需要更多的补给站。还剩两分钟，棚内的气氛相当凝重。说不出话来了，为了你们，我会继续播报。敌人很快就会打过来。家里我帮忙了，我扫。金矿不足，金矿不足。干够穷。这边不要打，不要打。最新消息，环境稳定程度达到25%。我操！怎么了？自杀虫啊！又来了，熔岩很快又要涌出来。你不要出空军好了，看起来很危险。我放弃空军，自杀虫。等等，你狂子不要过去，会死。熔岩来了，给我们的洞。我靠腰，那一波空投。金矿不足。对，没关系，我引刀还没出。金矿不足，金矿不足，金矿。有只熔岩蜥蜴从熔岩里面出现了。保育人士表示，这种生物正面临绝种危机。不过，最后会绝种的到底是谁呢？干好猛、哦！我们的敌人要打过来了。
做好防御准备。哎、欸，这边哦。哦，不是他空投家。对。他空投这边。家里那边还没有来。好。然后二框给你。但我真的超爆穷的。只剩下两分钟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要离开轨道了？没问题吗？还有哪里可以捡？太好了，这里。好，那我先打一遍。金矿不足，金矿不足，金矿不足。够穷哎！金矿指挥官的工作单位应该很快就会拿到水晶，并送往。有吗？有东西啊。我们会在这里报道整个过程。看到没有？你不用拉整队，你就拉一只去。我找找看。等一下哦，加。家里要控制，喜欢。只剩一分钟了，剩一分钟啊！像是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一般，疯狂收集水晶，因为可能真的见不到了。需要金矿部队。女妖大军即将抵达。刚这边的你捡了吗？就是靠，忘记怎么打点。靠，那这样我们时间超级赶嘞。对啊，剩二十八秒。金矿部队。金矿部队。奇见识，熔岩又要再度涌现。靠，龙，这样子我们先。是否来不及？继续。稍后继续为您报道最新消息。熔岩啊！干，你那个虚空太雷啦！完全没办法动啊！干，我昨天看收贝出虚空过关了、啊，我不太相信他了。等一下。需要更多的补给站。需要更多的补给站。我等我一下啊。好。我们还有时间吗？喂，哎，我回来了，回来了吗？应该好时间吧，一场二十分钟应该打得完。可以可以。老魔，我听到你的声音我就硬了。是谁？Lonely CH，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前扣到零下指音会无效，是不是？我刚好真的在会战的时候，只能点一次，好难好难受。在啊，你一定是按太多次啊，都你在雷。靠！我刚刚明明就看到你直播，你也点蛮多次，点到没钱。靠！我是点一次我就没钱了，好吧？看，不对太多了。来来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问，这真的最后一次了，我们没有时间了。我想要问什么？亚坦尼斯，我还是觉得有没有什么单位是可以 A 一次过去就不管它了，不用控的。狂是白球，冲锋狂，嗯，你狂是白球，屁呀、啊、妈，你打这种东西，你用冲锋狂打的赢？他们好歹也是个残酷，好吗？对啦，没啊，你没东西啊。嗯，刀吧，除了像我一样用引刀，除了用引刀吧。我觉得打真枪兵好像可以，但是我们会有时间的压力，续不太起来。对啊，你续不起来。纯枪兵打真枪兵的话，可以啦，我觉得雷诺还是可以的，来吧。你雷诺等级太低，你没有那个大师。可以啦，我这场裸四，好吧。该说什么？我还能说什么？你不要再累了、啊。哎、欸，那个文发了吗？本专的。好、啊。怎么是头真有点晕哎、欸？奇怪，我最近都会有一种一阵晕眩的感觉。正规吧，金矿啊，正规吧，金矿部是这样吗？金矿部
我想说那个来，就有点补肾虚。那个来，那个来会头晕吗？啊？贫血啊。好。哎、欸，我这里有点晕哎、欸，怎么办？我是唐尼·佛米利恩，在佛里吉亚主星的轨道上充点巧克力，要吃多一点。怀孕了。现在小心哦，你生病都要扣钱啊。救援计划是派遣工作单位收集。对啊，你生你点一次一块钱。不过事情真有那么简单。哎呀，这个就是叫你不要做太多多余动作，脑膜炎。你就是平常多余动作太多。那是大自然。我现在已经放慢脚步了。我真的很闲，我可以跳出去跟大家聊天。我也是。给我单一幕，有点麻烦。看来熔岩开始上升了，我们快来看看指挥官如何前往高地避难。啊，我没有下自己赌盘，对，暂停一下。我觉得会过，我要下自己，我看还来不来得及。来得及，还有28秒。靠，剩4秒，3秒，看。为什么我秒数还有20几秒啊？我下，我来。哦，爽，5000奶下到了。God， 送。我本来下两奶可以赢100多奶，被你下完两奶赢4奶而已。走，来走走走，好爽啊！吓到了吓到了！我跟你讲，你们这些下瘾的，我把你们奶全部都吸走。好痛苦哦！我现在连刷按键都不敢按了。金矿不足，金矿不足，金矿不足。他们下输了，突然很有赚头这样。对啊，突然间没有赚头了。看，我就是要让你们失望。没关系，你用6等雷诺，我已经很失望。可以啊，我很猛啊。为了佛里迪亚，让我们祈祷工作单位能及时取得水晶。我记得一开始这一波就有水晶。有啊，门口两个啊。升级完成。对啊。水晶提供了稳定器些许能量，为他们争取到片刻时间。不过。要解救这颗行星，需要的可不只是时间。靠腰。地震专家泰瑞指出，地壳活动越来越密集，是代表熔岩又要涌现，时间不多了。一波来了。敌人要攻击我们的基地了，刀要好，提高警觉。熔岩来了，各位观众注意地洼地区，真的好熔岩来了。再过4分钟，我们就会眼睁睁的看着这颗行星毁灭。继续锁定 UNN， 为您带来不间断的即时报道。可以间断一下吗？要一直移动还是扣钱啊？我没有移动啊。那为什么你那个这两只会一直甩走去？没有，他没动啊。他们只是，看他们懒趴痒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他们真的懒趴痒。哎、欸，来了啦！救我！快射，快点，老婆快射！有了。哎、欸，干！好了，我要去打二矿，不理你。哎、欸，你觉得我打二矿好，还是先去抢水晶？抢水晶啊！你去打二矿，打二矿。你说的哦。你要开二矿是不是？我直接往中间走啊！不开二矿我们怎么打？好，你打、啊，你开，我不开啊，我没差。给我矿，我哥就是神。只是惶惶，别告诉他。差不多钱。这边哦，然后还有右上这边，这两个是最近的。你有办法拿吗？还是我要去拿？应该可以，我要等我一下。靠，家里，我在救，我在救了。熔岩又要涌上来了，希望他们已经在撤离低洼地区的部队。
时间，时间。柯学长给你哦。啊？外面有柯学长给你，就是嘉义的。好。我去打左边，我要打右边。我们集火一起啊！好，我已经在这边了。啊，干了，超悲剧的，你知道？请锁定我们接下来的报道。敌人攻进我们的基地了。那边守。我要跟你一起打，我伤太弱。没有，有一波要来打，来先守下。先守下一阵。有吗？先捡，然后剩11秒，我妈输了。GG。GG。不行啊，我们太害怕了，都不动啊。我没有害怕啊，干我一开始就这点秒弹根本就不能手射不能做啊。你知道我一开始手射不能做吗？我也是啊，我什么都没有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我开始上狮子引道出去办事情的时候，我钱就我瓦斯就没了，你知道吗？看，什么时候不能做、欸？哎，古里妹。那些下锅里面的人表示好开心，有人送来。这是那个订阅贴图，哎、欸，怎么我头上有点晕呢？这边有吃的吗？会不会是我饿太久，加上运动？你要补充个血糖吧，你这样子血糖够低了会晕倒。看有没有巧克力或饼干吃一下吧，我不然我就把这饮料刚喝完。哎、欸，那个，拿铁抹茶，你雷诺是几等啊？晚上回去再来。好，晚上回去，然后等你开，我在线上。你跟我讲，我大概十点会到家。靠，我真的头很晕，而且是想吐那种。你要不要先去吃个东西？我觉得你你真的血糖太低了。哦，你是有大师等级的是不是？我知道，我没有微超啊。我想一下，有什么办法是我们可以 A 过去，然后就不管他的？去不管他。好，疫情的单位。我杀啊，我们就聊到八点好，我决定了，我们就先休息好。这边是那个 JT 的办公室，我在想，我不知道能不能拍，我可以，我想说应该可以拍个，给你们看一下我这边的环境好了，就是不要给你们只看我，给你们看一下我这个直播间的样子好了，好吧？稍微给你们看一下，这是旁边是长的样子，这是外面的柜台，这是外面的柜台。然后这是一个直播间，然后那边是导播机，对，虽然说我不知道怎么用啊，摄影机这样。
好，这另外一边，这另外一边，然后那边是办公室，这个这边过去那边是办公室，对，这边上面那个字是写接一文创。聊完了，没想到聊天一下子就没话题了。靠，你也聊太快了吧？不行，我头有点晕欸。我今天下午是去运动，但是我两点起来，下午两点起来，然后三，我没吃午餐，然后我三点去运动，到现在都没吃东西。那就是血糖太低啊。那边没有饼干之类给你刻一下吗？有，我现在吃巧克力碎片，然后他只在帮我泡泡面。哦，嗯，他只。你剩九分钟，你其实泡面不用，你等一下就直接去外面吃晚餐啊。不饿。我八分钟后要那个啊，我要播英雄之战啊。哦，对哦。对啊，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吃饭。那你刚才吃泡面。欸，要不要给他选啊？真的吗？那很不好意思。就我们，我就跟他说谢谢。怎样？上工啦，雷诺 OK， 但是你真的只能 F2 A 一下地板就好，真的欸。欸，老莫，我会有个习惯，就是我 A 下去以后，对不对？会去舔它。其实我会习惯，就是同一个地方 A 个三四次，因为这个动作只要在不用一秒钟内就可以做完了。对啊，所以变成是我们会被一直扣钱啊。对，你一大概0.7、0.大概0.8秒吧，你就可以 A 个四次，所以你会在一瞬间。一 A 过去以后，你的钱就归零了。对，我刚刚就是框起来，然后往前点，然后我们又见地板，我顺势我多点几下，然后我就点几下之后我就没钱了。对啊。所以你连闪现都没办法，我后来发现升闪现是浪费钱啊，因为闪现也算操作。茶氨酸，那个荆棘柠，哎，荆棘绿茶会有降血糖的问题吗？我刚在来之前，我是空腹喝的那个热荆棘绿茶。热荆棘绿茶。嗯。不知道欸。不知道。我是真的觉得你是太饿太久了。嗯。哦。啊，我先吃面。欸，老莫，我先把耳机拿下来哦。好哦。好，那这样我就听不到你讲话。靠，那我可以讲你坏话耶。干，我要先拿下来，我要吃面。好，你吃面。谢谢。哦。有糖就有差，无糖有差。有糖就没差。是有糖的吗？半糖啊，那有糖。哦，不用，是这样子。我不习惯用那个，所以那时候你们在用这个吃的时候，我觉得干，这三小。就是很方便，不用洗碗。欸，他们泡面会这样弄，就是把它弄成一小碗，然后装进面，多吃。没有了，就是没有那个。再吵，我叫你把这个也吃。你知道我们小时候很穷，连泡面都吃不起，你知道吗？我小时候只能吃那个什么巧克力球，那拿零用钱5块钱嘛，然后跟老板换成1块，然后下去转，咕咕咕咕咕咕咕。你要买泡面，你妈就不要。对啊，所以我小时候都没吃泡面，都只能吃那种小的那个。那个球也很贵哦。一个一块啊，10颗一块。
现在小孩应该不知道十颗一块九颗一球了吧？已经没有在卖了吧？只有干妈、欸。真的、欸，其实我刚刚已经很那个，很就是尽量不要去点到那个冰了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在战斗中就很难。战斗中，你知道一旦你一发现你的兵好像跟他有点势均力敌的时候，你就会想要操作，因为你操作才打得赢。这已经是一个习惯了，你知道吗？就这关这一拜这关应该是给那个手速越低的人玩越好。一颗一块还有啦，可是要去。现在看不到以前我们家楼下那个干妈店啊，两家都有。我记得两家那时候还没有 seven， 你知道吗？那时候还没有 seven 跟全家的时候，然后那时候楼下干妈店就是有卖那个机器，然后三个站在那边，一块钱拖进去转一转转一转，它就会掉出那个糖，然后我就拿那个小袋子装一大，然后一口气全部吃到嘴巴里，超爽。但是它比较后期的吃法，一开始当然是哇干，好不容易有这个东西吃，就一颗一颗吃，一颗可以吃很久。然后到后来，慢慢的那个全家 seven 出现后，然后以前那种干妈店就做不下去了，然后后来那个东西也跟着不见了。为什么你讲的东西我都知道？我年纪好像跟你差不多。天哪！哦，对，我要上工哎，我要赶快吃了。发一颗了，你王差不多要去了，我是不是差不多要进去了？啊？你走下有电吗？对吼，忘了这件事哎。要不然60%。要用我的，要用我那只账号的。啊，对，干刷这个，我要赶快把我的账号登进去。我是用电脑玩。那你用你的，他主要是用手背的平板，用他的账号吗？对，好。为什么无法克制要玩阿拉斯？裙子，然后裙子，好呀。哎，这是很好的，真的好看。快8点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要后十的那一排。我等下把门关掉，我要后十的过去。欸、对，凯利根打这关好像也做了。嗯，好，那你再帮我关直播好吧？好。等我们能开始后，你就关直播后了。几点？差不多了，我再过去就差不多了。对，看四哥什么时候出。四哥干嘛？他不在里面吗？喂，我要今天开始哦。好，哎、欸，那我先去忙哦，在那个 X Zone 频道，等一下那个哈子会 host 过去。X Zone， 现在。